满意吗？满意吗？满意吗？他刚刚全程讲英文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他把我们所有人的话都讲光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段段要不要说一下？段段，来来来，因为这次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跨海的合作，就是我是内地过来，那还有很多台湾的朋友，还有这个不是内地那个山东人，土耳其的原住民呢，土耳其的，对，所以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地方很多不同领域的合作，然后会有很多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用内地的一些绕口令式的东西，然后会让小弟弟用台式的语言去讲绕口令，讲内地的绕口令，可以想象吗？几乎是在可以不是搞笑者们，是搞死人会。他的绕口令很强哎，我以前听过哦，很强哎，很强很强，对，所以我们会我们会在剧场，等不了等不了，给的。还有我们自己，我们讲要真实一点，不能太夸张。不是你上次，我上次看过你，真的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对对，有有有，真的真的很厉害。给大家看一下，那留着进剧场再看。不要露出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在剧场外准备了一些那个救生用品。还有救护车，如果你真的笑到肚皮痛了，会有车帮你送到医院。哎，对，还有那个，放眼完，观众来打我们，是不是救护车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要讲话吗？你哎哎，好好好好，对，韩国星球崛起，好来了。好，对啊，今天哦，真的是很难得，可以把我们说全台湾最好笑的聚集在一起，对，对不对？干嘛怀疑？对，毫不心虚，搞笑者们。怎样？最好笑的，最好笑的，对对对。然后讲一下合作的感想，合作的感想哦。干嘛听着我们？他怎么想不出来？麦克风在你手上嘞。没有拿大字报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算是里面就是比较像一开始比较菜啊，比较菜，进来就是比较菜，进来就是很有压力，很紧张。嗯。但久了之后发现，其实也不用太紧张。其实。因为大家都跟大家很好相处。大家很好相处，搞笑好相处，对，因为大家是搞笑者们嘛，就是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打圆场，嗯，对，笑笑就算了，笑就过了，对，哈哈哈哈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很难得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怎样？我们这样融合三个东西，等于说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，剑拔出奇蛋的感觉，而且我们的票价多少？给大家知道，500块，才500，500块。物超所值，你去看一个什么四 D 电影，现在要多少钱？590，《星球崛起》。而且你去看，你还会被拍，你还不可以带女生去，对，是不是？只有你，我就这样被拍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哦约你的好朋友们、家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些可以共享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把他当家人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么快！哇，这么快啊！你看，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搞笑，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尴尬，对不对？